大家好，我是阿宝。然后今天我要给大家看一下为什么我要把 Lucy 删掉，因为，我收到了这个一个警告，说侵犯 Lucy 侵犯了版权，所以我就他就直接把我移除掉了。所以呢，以后我的视频就我要上传的电影就不会直接在 YouTube 上面上传，我会弄一个网盘，然后把那个视频上传到那个网盘那里，然后给你们下载点，你们可以去自己下载，这样，然后以后我放视频就会，要是放电影的话，就会放一小段视频，然后加个连接点给你们，然后所以就这样，希望大家订阅我，然后再见。